我想想里面的怪兽，但是我是觉得先不要这么神鹰群吧。顾名思义，这个可以取得神谕这样子。那真的是很耐玩哎、欸，超帅的。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就不再多讲了，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它到底怎么样让你们觉得好玩。你了解不？还可以做什么？对，我就是蛮想讲那个的、啊。好了，不讲了。聊天是可以看，不要再聊了。8月9号，10:35分22秒。